是你的朋友大鹏。哎，大鹏好。大家好，我也是大家的朋友，我是露露。大家好吗？我是咪咪。在座的每一位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是恋恋。哎，你先别得意啊，怎么了？刚才一上场，哎呦，那个感觉呀，哈，这个配合这个小调，再看我这身手，啊，我这就是一大侠。我看你像一个大虾，大虾那是你，搁那这这腿给我抻的呀，哎呀，还行吗？能站得住吗？能行，能行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明星转起来特别节目，就叫做《大笑江湖》全新爆笑。其实大家这个掌声啊，是代表一个含义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大笑江湖宣传了很久了，我们早就知道这个大笑江湖要跟我们见面，怎么这么长时间到了12月3号才跟我们见面呢？哦，这个你就不清楚了吗，连连？这怎么呢？因为12月份这个档期实在太关键了。哎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个档期的所有电影，我们叫做贺岁片。没错，有许许多多的红篇巨制，有许许多多大牌导演，许许多多超大牌的演员。在这个时候都会使出浑身的解数，就是要争夺这场票房争夺战的冠军。所以啊，这个制片方啊就在想，这么多强手如林的，怎么样一招制胜。后来考虑到啊有这样的效果呢，他们就找来了一帮全新的创作班底，哎，全新的演员阵容，对，全新的武打场面，带给我们全新的视觉体验。不是你光全新了，你能不能捞点干呢？你这个全新说了半天了啊，大家一定要体验一下大笑江湖到底威力有多厉害。是，我们准备了一段片花，一起来看 VCR 来。这是什么活儿？这是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是打劫的。你们是哪个单位的？我们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，怎么的？是这个单位的。这句话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经典了。没错，流行语言。